转山会是哪个民族的？转山会又称木佛节、敬山神，是藏族的传统节日，流行于甘孜、阿坝藏族地区，举办时间为农历四月初八。节日这天，甘孜藏区的藏民们身着民族服装，汇集到跑马山上和折多河畔。人们先到寺庙里燃香祈祷，焚烧纸钱，然后转山祭神，祈求神灵保佑。转的形式是多样的，小转即绕寺庙转，大转即转一座山一座城。转山后支起帐篷进行野餐，演藏戏，唱民间歌谣，跳锅庄舞、弦子舞，骑手们还进行跑马射箭比赛。在此期间，人们还要举行物资交流活动和其他文化体育活动。